欢迎来到肖恩逛吃 TV 啊！现在我们来到了槟城，刚刚从这条路上车子开过去，看到这边有个夜市，特别的热闹。我们是毫无准备啊，只是看到这一家夜市热闹，我就决定进去吃一下。看着那么多人在排队，我觉得这一家东西一定不难吃。走了，我们一起去问问他这一家到底叫什么夜市。走吧。现在到了夜市的门口，第一家就排着这么长的队，我也去后面排着。看吃什么你就排队嘛，肯定不会差的。哎，你去看看，我在排着呀，你去看看他卖什么。那个是烤串嘛，他们在排什么东西，在排前面的那个。那个是果条吧？是果条吗？我们在排炒粿条。哦，炒粿条。对对对。他们的那个炒粿条很好吃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是第一次来。你也是看到人排你就排，哎，你跟我一样。那我也排。都是一样啊，看到有人排队我们就排上去准没错。当地人肯定有好多是当地人在排，这样结果问一问全是外地人。声光之 TV， 哇，这边排队啊，排到这个地方是最痛苦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旁边正好是在烤那个烤串，烤串的这个烟啊，全部都到脸上，所以后面的那些人，你看都排在那个地方，马上都要尽受这个烟熏火燎了。两份，然后加那个油渣，再加那个蟹肉棒，啊，蟹肉棒啊，蟹肉丸，对啊，蟹肉丸，六只手什么意思？是六个是吧？六只啊，啊，就是六只，好的。两个鸭蛋大的啊。啊，对对对，好。加油渣跟加，对，蟹肉棒两份啊。OK， 辣椒呢？辣椒不要了。不要辣椒，在这里吃的。在这里吃的。好的。你这个炒了多少年了？在这里？哇，我炒了七年了。多少啊？七年啊，在这个位置。我开了40年。哦，你开了40年。在上面看一下。哦，40年了、啊，在这个位置就七年了，是吧？这个位置啊，10多年了，这个。哦，这个位置也10多年了。哦。在外面
以前在外面的，每天能炒多少份啊？几份啊？你看看七三。对呀、啊，我都吓一跳，看排这么长的队。我都不敢讲，我敢不敢？天哪，鸡蛋还不算，还有鸭蛋，是吧？鸭蛋。都是用炭火的啊，很香啊，应该，嗯，老式的，超级香，古早味，炭的，哦，用炭的，炭还那么一大桶，对呀，桶不够啊，你每桶三桶啊，要三桶炭啊，三桶还可以啊，每天开到几点钟啊？十一点，十一点，每天晚上十一点，从天黑就开始拍，就是下午三点，下午三点就开始开，就一直炒一直炒啊，哇，很累啊，这个时候是很多人的，你的力气肯定很大。是啊，一只手一只炒啊。您今年贵庚啊？多少？六十五啦。哦。啊，韭菜还要放。韭菜有。啊。韭菜香啊。是绝配的那个。绝配啦，好啊。很漂亮的。很漂亮啊。有点青青的，很漂亮的。搭配颜色了。啊，这个是前面的是吧？还不是我们的。啊，好好好。好，下一个到我了，好。啊，到你了。你记得住吗？一个一个这么多人，他跟你说，能记住啊？哦，厉害！我是最意的吗？他俩到你了。对，下面的我会叫了。啊，后你会叫了？我叫了，我就忘记了。有记号的，你看。哦，你上面点一点是有记号的是吧？啊，辣的那个。对对对啊，他们是要辣的，这个是要不辣的，明白了。就点的是要辣的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厉害。不要什么，我就放什么下去就可以了。明白啊，这个就是小诀窍了。对呀。烧的再多也不会搞错，做久了就会了。做久了就会了。以前不会用血的啊，现在会了，不用血。现在会了，没有血了。对呀、啊，这个办法很好，蛋上面点一点就知道是辣了。对，很多人都不知道啊，经验了。点的是要辣啊，点的就点的是不辣。哦，点的是不辣，那就说明大部分人是要辣的是吧？大部分是辣的。啊，那两个点的是我的，我明白了。学到很多东西啊。啊，学会了今天。小姐是干鸭蛋的。啊。啊，它还有一个鸡蛋的。可以吧，两块，一个鸡一个鸭配好。啊，一个鸡一个鸭配好了。啊，一个是两份好。对对对。那个是鸭蛋的，大的。啊，那个是鸭蛋，鸡蛋的还在炒。蛋也是好的。多少钱也是你赚，你告诉他。哇，厉害。记性很好啊，记性很好，要我早忘光了。好，轮到我啦。啊，每一份是三个虾仁。啊，小的是两个。啊，小的是两个，大的是三个啊。那果条有多少吗？大小的话？啊，果条也会多一点是吧？啊。我少一点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腊肠。哦，腊肠。这个是一定要配的。啊，一定要配的。腊肠、鲜虾、豆芽、韭菜，这些全部都要的。然后油渣。他们很少做部队的，就当那个的。他们小部队罢了。嗯。要跟他们。调整一下给你们拿。啊，酱油。啊，这个是总味来的。啊。酱油。啊，这不是酱油啊。酱油对。它是总味啊，里面很多东西。哦，你加了很多东西进去是吧？自己调的啊，总味这个叫。调，我就慢调了。啊，每天都要你自己调。啊，我的老板调的。啊，老板调了。这个很好吃的，对吧？嗯，又要加碳了。他那个人就知道了。对呀、啊，这么长的队伍。天哪，这么长！那个架子啊，已经抬到那边去了，这么长呀，跟你讲，两个小时了。两个小时才能吃到是吧？我都已经半个小时了，真的，我排到很前面了。半个小时已经很对，很快了，已经很快了。啊，颜色出来了，好看了。看到你排队了。油渣。蟹脚放下去，
旺的火。哇，你看这个，又热了，它就会黏的。啊，这全部黏黏了。啊，你就完蛋。所以越热越好。啊，对，越热越好。不要太热，太过热它会起火了，它的。啊，太高了，太贵了，要控制它了。全都是经验啊。对啊，你什么吃过？你叫它炒一炒就好了。确实，它很热了。对。很漂亮的，漂亮，对，淡白的是吧？还有红的、绿的，漂亮，漂亮。这里啊，他们电视很厉害。嗯。全国都有了。什么？我们上电视啊，有很多了。我自己也不知道。自己也不知道啊，都上电视了是吧？经常上电视，好了吗？哇，太好了，我到这边等。多少钱？38啊？哦，好，38。八块我有吗？有。好，谢谢啊。如果你会吃辣，更好吃。啊，好。有一份。来，这里，这边。好，你上这边来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了。哇，等这个真的是，等得烟熏火燎，弄得我眼泪鼻涕一把抓，真的，太不容易了。但是排那么久，我觉得应该是很划算了。刚才我在那里等啊，后面的那个跟我在说，你说你，他说你跟老爷爷，你千万不要催他哦。你要是催他，你怎么做的那么慢？他会把锅子一丢，你来呀，你来呀，料在这里，你来呀，你要快，他会这样啊。所以刚才我们点完了，现在就坐下来，我们来品尝一下，看这个，哇，有那种焦焦的蒜香，哦，这个蟹脚啊都是剥出来的，这太好哦。哦，再见！炭烧的就是这样，它外面有一股焦焦的味道，就是喜欢这股炭的焦焦的味道。然后就伴随着鸭蛋，蟹脚，虾仁。真的超级好吃，就是喜欢这种烟火气，真的喜欢这种烟火气，比去那种大饭店吃啊什么过瘾多了。嗯，听到吧？还有那种锅巴的感觉，我知道锅巴可能是上一个人炒出来的那个面没有成干，是吧？然后它留下一点，就是有股锅巴的味道，香，超级香。嗯，没吃够，没吃够，真的好吃。吃是真的没吃够，但是看看这么长的队伍，你让我再排一次，我真的不愿意了。刚才排在我前面的那女生，我听到他们两个在说的，他说我们两个人吃三份，我当时还在想呢，我胖死你们。没想到我们两个人点了两份，真的是不够。我们起码两个人点四份，两个人点三份还不够，我觉得。但再排队，我是真的排不动了。反正这一家，这个地方叫什么？牛人美食街。我刚才看他们招牌上写的牛人美食街。你们如果有机会到槟城来啊，你们可以导航一下到牛人美食街，来尝一尝这个炒粿条。这个炒粿条我真的觉得是仙掉眉毛，真的是仙掉眉毛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这家牛人美食街啊，你们是一定要来一下。第一家店就把我打败了，还没过瘾，我们再还要去看看别的有什么好吃的。你也别拍了，赶紧吧，吃东西要紧，走走走。